大家快跑啊，贝利亚来了。一群小家伙们，看我把你们通通抓起来。谁能救救我们啊？贝利亚太坏了。小贝，你在这里看好小奥特曼们，我去把大奥特曼都给你抓过来。贝利亚老爹，我不敢一个人在这里呀，万一有人帮助他们都来揍我怎么办呀？放心吧，笼子已经被我黑暗闪电封印了，他们都点不了能量的。赛罗队长，你不要修理你的破拖拉机了，贝利亚把小奥特曼抓起来了，你赶紧去救他们呀。火焰战士，不要慌，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。赛罗队长，你不是会飞吗？这个拖拉机也太慢了吧。哎呦我的妈。贝利亚，你又犯病了吗？为什么抓小奥特曼？信不信我给你打一针？我的天，这么大的针管，我得赶紧跑。贝利亚，你还想跑？有本事你给我站住。你到底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不服？哎呦，别给我打针了，我服了。哎呦，我的屁股都被你打肿了，我现在就放了小奥特曼们，我再也不敢欺负小朋友了，不要给我打针了。你忘说